dancing in the desert, blowing up the sunshine.你数学怎么样？挺好的呀。你帮我算个公式呗。什么公式？你看一下嘛。谁给你的？这我女朋友啊，她跟我分手之前给我的。我感觉只要我能解开，我俩就能和好。你还是自己算吧，我说出来太伤你自尊了。这怎么了？怎么就伤自尊了呢？145乘154除第二 b， 这怎么伤自尊了呢？过去，哎。我爸新给你整了三个男朋友啊，贼帅，看看上面有名字，相中谁挑谁。这长得还挺帅啊。必须的嘛。名字也太奇怪了吧，木棍儿。木棍儿。人家叫林坤，林坤啊，啥木棍儿？这个叫林蛋大。那叫楚中天，楚中天。长大。吴炳。怎么叫四万呢？哎呀，兄弟，你叫外卖不？好啊，叫外卖。那行，给你户口本啊，去派出所自己把名字改了，叫外卖啊！我不想随你姓，姓顾的太傻了，我跟你说。闺蜜，你要干啥去啊？我跟闺蜜约好了出去吃饭、看电影，然后去逛个街。这家伙的啊，耗子吊水缸整的挺时髦啊！你对象没有，出去瞎溜达啥呀？没对象就不能溜达了？别去了啊，收拾收拾跟我去趟民政局。爸，你想女婿想疯了吧，我连个对象都没有，去什么民政局啊？哎呀，咱一手的整不着，再整个二手的行不行？哎呀，快点你妈，户口本别忘了，户口本别忘了。看见没，快走吧。那不我选吃吗？要不我们赌一把怎么样？怎么赌？一会儿你能猜出这张 A， 就算你赢；一会儿你猜不出，今晚的饭你包了。来呗。哎，爸，妈在哪啊？一天就知道骗我，真的是。不然我们赌把大的，赌你200块零花，敢不敢？来，谁怕谁呀？这张肯定不是。那么这张？也不是，真相只有一个。老公，你输了，钱给我了。I was driving by my car, and the road is not so far. Better in London, Moscow too.
给你100万，你愿意吃屎吗？当然愿意了，50万我就愿意。如果天天有人让我吃屎给我钱的话，我就不工作了，把吃屎当成我的工作。先定个小目标吧，吃个300亿的。不，300亿有点奢侈了，3000亿吧，天天吃，1天3斤。在吃屎这方面，我真没服过谁。以后那吃屎就是我的工作，只要有人给我钱，知道了吧？